请问一个1983年的猪男的，看见了三千，他妈妈给念了3500张小房子，放生了19万多的鱼。他现在哈得3年来呀，每天有声音在他耳边骂他，说他是猪的师傅。您看看给开个功课，这小房子数和放生鱼数。感菩萨，感师傅，83年的猪男的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们都是这个毛病。你们不要以为数量大放生大就可以把人家赶走，要用心对人家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到了。你放3000张4000张5000张，你不用心对他好，不想真正的忏悔，他不会走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给你呱啦给你呱啦嘴巴讲得这么快有什么用啦？你以为啊，你以为是数量啊，你以为学佛修行都是数量的问题啊。我问你啊，你生病的话，你把医生开2年，医生说会好起来的，你把2年的药全吃掉，你说你会好不啦？感师傅，感菩萨。真那么开玩笑一样的，好像多少鱼放下去就会好了啊？多少多少？你说这是数字游戏啊？那是用心的，那是用心在感动，让菩萨能够帮你，然后一边在还债，嗯、你。啊，你确实欠了这么多冤结啊！我念多少章多少章，那有钱的人全部没有业障了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。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？他不是数字游戏啊，他不是一种数字啊，他是用心要忏悔。哎呀，一边念经的时候我忏悔啊，我过去曾经伤害他了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啊！你这样的才灵的。知道了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修不好的你，否则。他这个耳边广有那个有一个声音跟他说，他是金钟的师傅。3年来就这个男孩子，他妈妈男孩叫金钟是不啦？不是，他这个男孩子不叫金钟，这男孩子这个83年的猪，这男孩子耳边所有人在骂他，说他是金钟的师傅，他是丁初，这男孩子是金钟的师傅。好了，有可能的呀，投人了呀。哦，过去是师傅呀，现在变傻子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、啊。他自己让他自己背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他背了嘛，就背背成这样了。他自己念不了，他妈妈给念。妈妈念的效果绝对不如他自己一起念好啊。对，是的，师傅。没有话讲的，这连这个都不懂啊！好好念，老老实实每天就这么念，嗯、水到渠成、嗯，没有捷径的，听得懂吗？个人业障自己背，没有捷径的。哦，给了你这种药说长期吃会好的，那就是一种方法啦，听得懂吗、哦、你我问你，一口吃的成一个胖子不啦？男师傅知道了，男师傅，我现在是5000张了，小房子要放多少人生了就好了。你这世界还有鱼还有的，把人家杀了之后你叭叭叭换弄点钱就不要枪毙了。你把人家杀掉之后，你就是说我赔你点钱，人家家属就放过你了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师傅啊、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，那这小房子叫他就是慢慢念，21张一波，21张一波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的，放生叫他随缘放，就不停的放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用不着很多的，一次放个100条啊、50条都可以，主要是靠坚持。我跟你们说了，任何修行成功，任何在人间的成功，靠着一个诚、一个恒，一个是诚心。一个是恒心，恒心就是时间很长很长，所以一个人成功的话，再光光有诚心，哎呦菩萨你保佑我哟，没有恒心好了没有用的，听得懂吗？像你们学佛有诚心的，有恒心的话，又没有诚心也不行啊。好了。